科。姐姐们好，然后我的 slogan 是做一个可爱的人。你本来就很可爱呀，你不可爱吗？不是，我承认自己非常可爱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因为就是在这条路上嘛，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啊，然后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然后我希望自己就是说，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，能做一个比较乐观、比较积极的人，然后就想做一个比较可爱的人。好的，很可爱。其实我也一直觉得，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挺好的，给自己设定自己想成为的人的目标。对，做一个可爱的人，其实说是一句简单哈，其实也不容易，很难做。谢谢可燃，谢谢。谢谢